先生，季小姐来电话说她在警局。哪个警局？现在立刻过去。先生，季小姐在那边。这次是我食言了，没保护好你。希望不会有下一次。按照规定，把那女人多关两天。是，先生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虽然风先生很年轻，但总让人觉得他无所不能呢。从今以后，我会为我自己而活。希望爸爸妈妈以后能好自为之吧。你到底是不是他呢？到了吗？我这就下车。这里乱了。谢谢。衣服我洗干净再还给你。方先生再见。先生，季小姐的事情还需要继续查吗？不用了，期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顺其自然吧。如哥，你没事吧？我刚才还找了我爸，生怕你出事。没事儿，他们问清楚之后就放我回来了。季如哥，你去哪儿了呀？怎么带了一件男人的外套回来？林依依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还需要跟你解释？季如哥，你什么意思？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够了，林依依，再吵就给我滚出去。算了，前几天看的新包还等着蹭程宇的钱买，还是先不要顶撞他了。过两天我生日，你和余归晚可以来玩啊。程宇这个大小姐平常都不会理我们，今天怎么忽然给我们送请帖啊？我也一脸懵啊，就先拿着好了。谢谢，有时间我一定去。程宇不是应该站在我这一边的吗？怎么给季如歌这个臭丫头递了请帖？季如歌，晚上回来吃顿饭，需要应付下长辈们。很多人吗？我收拾一下。不用，简单家宴而已。我让人去接你，其他你不用担心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风先生，到了我履行合同义务的时候了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先把季如歌带回去应付吧，算是先给家里一个交代。季小姐，我们已经到了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家长了，到了之后竟然有点紧张。陈先生，老人家们都喜欢温婉的女孩子吧？应该是的。好的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季小姐不去学表演专业，属实是有点遗憾呢。虽然风先生一脸冷漠，但是身上却有种不可冒犯的正气。走吧。我只不过是搂了下他的腰而已，他反应怎么这么大？原来逗季如歌这般有趣。好，风。阿爵。长辈们已经在等我们了。哎呦，如歌来了，这女娃子越看越喜欢，快坐我对面。